好好，你们说要玩，那我就来玩吧，不管了。好了，会怕吗？有一点点。好，准备了，开始游戏哦。啊，不行，请继续。哦，从头开始啊。哎呦，三小。Hello。五。哎，一开始就这么刺激，我哪受得了啊？嘿。莫名其妙醒来了 ，Hello， 我是谁啊？一个女孩被插了一刀，啊，就这么开始了。Shift 的可以跑步啊 ，Shift 的可以跑步。我来看一下这个门，这个门可以开门吗？要怎么开门啊？这游戏，哦，空白键是开门啊。哇，这是黑白的画风哎、欸！这游戏好像主打血腥恐怖，真的吗？我哩嘞，还行吗？各位，各位要不要玩别的游戏啦？那我们做了噩梦。哦，这款游戏叫做《无尽梦魇》呐、啊，所以说好像是这个男子不断的在做噩梦吧。哦，我想是吧。哦，就在做噩梦，做噩梦，做噩梦。啊、哦，好像无限轮回这样子。哦，上面有一幅，有一张照片。我们进去。哦，这边有一幅画。哦，画掉下来了。看一下这个画是什么。好，哎、欸，这是我哎、欸，我怎么突然觉得他有点像是《灵能百分百》里面那个老师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一拳超人》的第二个作品《灵能百分百》里面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了，好像哦，啊、哦，对，他应该是一家人，这个应该是他妹妹啊，看得出来啊，不可以不玩，哈哈哈哈。看，哎、欸，怎么又感觉回来了？这种情形，哎呦，看起来很屌哦！拍照都拍照，甩什么拽啊？拿着什么？拿斧头的小妹妹，哦，她是要被砍了，是不是？不是老师，而是师傅，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每次都被 carry， 我觉得超好笑的。哦，有一本书，哇，看无，真好。啊，不是繁体中文吗？怎么这个没有翻译嘞？这海鲜，神父不是神父吧？这什么东西？鸵鸟哎、欸！哎呦哎呦，哎、欸，那边有一个人影哎、欸！哎呦！要求哦，是在顺几点的啦？他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啊，无限轮回啊，一直走不出去的那种感觉。我知道我们在做噩梦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一直都走不出去。啊啊！干你！胆小啦！妈的！这是什么？是谁射在墙上？靠背哦！你这样吓死人哦！看，才刚玩而已，就这样子，可以不要玩了吗？玩别的好不好？玻璃破掉了。哎呀，这什么东西？绞肉机是谁在做绞肉啊？上面菜刀沾满了血，好像才刚用过一样。无尽开门，
这根本是无尽开门吧？我已经开好几扇门了。是这样，走到荒郊野外来了。可以不要再发出那种娇喘声吗？好不好？拜托，够了。那娇喘声还有引人遐想哎、欸。你正经一点好吗？这是恐怖游戏，好不好？被停权了。啊，息屏被停了，抱歉，不是我按的哦。是我们的蓝极境大哥，好、哦，这好多坟墓哦，感觉我们现在到了坟场哎、欸，最好是我们家里一出来就是坟场啊。这什么？艾比，艾比，为什么？哎、我醒来了。还在睡觉吗？一起吃早餐。Oh, are you okay? You look upset. I'm sorry. I just had a terrible. 我梦到你死了。I dreamt you were dead.哎呦 ！That's silly. I'm fine. 你真傻、啊！我好得很呐、啊！你总是承诺说你会好好照顾小妹。It's still true, isn't it? Yeah. 为什么突然有名称了 ？I'll wait outside. 汤马士，汤马士小火车。难怪你的脸怎么那么像小火车，吓死人的小火车。啊，又是一场噩梦了。这是什么？谁的牙齿？艾比是汤马斯的老婆啊？是老婆，不是妹妹啊？刚刚不讲妹妹吗？为什么我又走到浴室了？无尽的开门。哎呦，这是什么情形？好多好多长得跟艾比好像的娃娃在地上。大钟摆，灯，我的越来越黑了。还行还行，我的胆子还 hold 得住，好不好？是吓不倒我的，没事。没事，还可以，还可以，快跑哦！紧张哦！麦克串啊！不知道这游戏长不长哦？这边太黑了吧，我要走了。这么黑怎么玩？这里呢？我、哦、有蜡烛哎，耶、yeah, ！我终于有蜡烛了，我知道怎么用了。回到这个地方，照亮一切。哦，这是我哎 ！My God, who have you fucking me？ 啊，那不是面 fucking 吗？要许哦，为什么我看到我自己的死亡？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哦，大概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子？亲眼看到自己死亡。哦哦哦哦，你先。打个屁雷啊！我听到有人在笑了。救命！他要杀我！我要走回来了，我不想的预感。别再打雷了！怎么那么惨？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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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man， 嘿 man， 嘿 check it out。这边我好像还没走过，对不对？这里，嗯，怎么回来了？好像不是这边的样子耶。我们往这里走好了。哦，一堆木板把它挡住了。我们往下走好了。哇，还可以
换场景，我听到有人在哭，而且好像是个女孩子，会不会是艾比啊？老头耳机会坏吧？不会吧？我觉得我的麦克风会坏掉，直接爆音。哎呀，斧头哎、欸！哇，可是拿斧头就不能拿蜡烛了？难道这是一个动作游戏吗？哎、欸，喂、欸！在冲完小啊，好恶心哦！这叫我在干嘛、啊？为什么拉自己的手筋？我有斧头了，你们都别想靠近我，我们这些王八蛋。哦，这个牙齿还在吗？哦，牙齿还在，三颗牙齿。哎，我可不可以攻击啊？左键攻击啊？没有。这是手指沙拉会有声音。手指沙拉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下一个小时老头的耳机会坏掉，就变态想杀了你。我有武器哦，你们通通都别过来。而且我感觉怎么后面的灯越来越暗了，是怎样？我赶快去把前面那个……哎，怎么声音越大声了？哦，后面，哦，好像在后面啊！快点，我快没力，我不会跑快点啦、啊！啊！要被抓、啊！快点！哦，叫！哦，叫！快点！好，进去！哦，上来了！拿这么大的斧头，直接把它劈掉就好了，对不对？哎呦，这里好亮哦！哎呦，哎，这不是我妹吗 ？Hello， 艾比。呜！啊，又醒了，场景变了。嘎，梦中梦是不是？梦中梦，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解谜要素的样子啊。沙拉手指吧，诡异的动画，大大可以在 YT 看沙拉手指。没看过哎、欸，黑色配红色的血，这游戏之精华、啊。有一个那个诡异的 BGM， 没什么大不了的。嗨，你好，不要一直看，你会后悔，真的假的？还好我没有一直看的，这干嘛？这意思是说，等一下会有东西来追我吗？我的天啊，我怎么听到前面有声音？我先躲起来好了。我的耳机右边有走路的声音。哎、欸，果然呢、欸，哇！阿布呢？要求我，你全部都冒青筋是怎样啊？啊，就好像在我有听到声音走过来。啊，果然选对耳机是一定要的。你看，我现在选对耳机就逃过死劫了，有没有？听得一清二楚啊！好，我们赶快走。哎呀呀！大逃脱，成功的逃脱了。居然没有被抓到啊！一堆观众们就准备啊失望吧，因为我逃过一劫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想看我老马吧。应该是这个小孩在操控房间吧，或许吧。阿肥吃多了，他是宝宝，哪有那么壮的宝宝啊？每天的那个牛奶，每天的那个什么奶，全部都是喝高蛋白的奶粉吗？每天都喝一瓶，变这么壮是吧？嗨。
怎么感觉好像没什么差哎、欸？一样啊，没变啊。哦，上面稍微有点裂痕。哦，上面稍微有点裂痕。好，我们快走。我是不是又回来了、啊？往这边走吗？不对啊，那里没有路啊，我也没有斧头当武器的啊。啊！啊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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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要死哦！那个阿普又是破坏狂啊！嗨，哎呦，会眨眼呢、欸！哇，眨眼妹子你好，眨眼妹子你好，开始会动了这些娃娃，这些娃娃开始会动了。我超强啊！差点就被发现了。哦，还有闻呢，我闻到肉的味道了，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趁现在，他等下会转过来，所以我这边要跑又跑的。好，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过关了，有没有？是不是很厉害啊？超屌！悲剧音，恐怖游戏。嗨，这里好多娃娃。只有这扇门而已。哦，书房。哎，这不是，这不是哪里搞？哎呀，为什么我要自残？受诅咒的刀，我死在这里啊！这跟我之前那个死掉的姿势一模一样。靠，那我醒来了，而且这些醒来场景变不一样哎、欸，怎么感觉像精神病院啊？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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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妈呢！我靠，好欺凌啊！笑成这个样子，我要求要求，可以出去了吗？哎呀，门自己打开了、啊，这边是怎样 ？Hello， 我有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有问题。嗯，没事。天哪、啊，这可以推开吗？好像不行的样子、欸、都没东西，里面都没人。可以直播吃哥教条吗？不行，你已经在玩这个游戏了，不要玩到底。嗯，这个上锁的门没办法进去。都没人了，然后会不会突然一个钻冲出来吓你啊？啊！干你娘！鸡巴！哈哈哈靠腰哦，做真小哦，小朋友不要这样子出来吓人啊！小朋友，光头王，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啊，可是你突然冲出来。你妈的！我的毛都掉满地啦！我不说了，
他哪里的秀？吓到哥都瘦一公斤去了、啊，这么好瘦，那我多下一点好了，这样我也甘愿啊，对不对？啊，我踩到玻璃啊，哦，好痛的感觉哦。那个地上是玻璃，可是我不得不过去，你知道吗？看我脚在流血，哦，感觉就很痛。哎、欸，原来可以这样略过，好吧。哇，那我脚是白流血，抱歉没有注意到。想吓我是不是？门都没有，这边应该就有了吧？要随时注意地上有没有那个玻璃碎片。因为他们耳朵是很敏感的，啊，当一听到声音就冲过来了。没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其实我，哎呦，要许哦，是这家伙是吧？听不见，但是，哦，看不见，但是听得见，也不能太靠近的样子吧。略过，略过，慢慢走就好了。过了，还来呀、啊！哇塞，一堆尸体，小女孩的笑声，这里要怎么过啊？地上貌似没有玻璃。是啊，这里就没得过啦、啊，死路一条啊！好像还是可以啦，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过吧。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哎、欸，我会，赞！呼呼。大哥，你们也太多了吧？要是我直接开无双了，我还管你啊、喔！哎、欸，突然没有 BGM 呢、欸？刚刚是什么情形？谁在哭啊？哭得这么凄惨？我好像知道这里要怎么过了。哎、欸，一下有 BGM， 一下没有 BGM 啊，笑死！一下有，一下没有啊！哈哈哈！好，这边就等他走过去，我就可以往下走了。啊！哇，好安静啊！突然恐怖的气氛都没了、啊。超好笑的，耶、yeah, ！又过了，所以说到底有几层啊？这边有没有鬼啊？应该是没有了。小女孩娇喘。小女孩娇喘，好喔、哦，反正你出不来的，不要哀嚎了你。哦，哇，这里门锁住了，我们只能走前面那一扇门了。好，还有啊，也太长了吧，玩到我都无感啦、啊。气氛营造的倒是不错啦，哟，全是，哦，还好，但是这个也太长了吧，我觉得太长没意义，你知道吗？要么就短一点。你这么长，啊，本来硬的都硬的，啊，东西都硬的，我说拳头啦，啊，硬久了也是会软掉的，你知道吗？哇，这边有玻璃碎片，
看见了。我等他转个弯。不是吧？这里要硬闯哦！哇，不妙哦！这里要硬闯哦！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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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不不不！我是死啦！艾比，怎么回事？I've told you repeatedly to address me as Doctor. 史密斯医生，但你是我妹妹。I'm afraid you're mistaken. Where am I? You're in a lunatic asylum. 疯人院。For quite some time. Why am I here? Why do you think you're her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e've reached the end of our session. Please see yourself out. 哇，课程结束，我可以出去了。为什么她变我妹妹？她真的是我妹妹吗 ？Hello。是妹妹，不是老婆啊！对啊，他说他是妹妹，那家全家福的照片就是妹妹啊！对啊，没有错吧？我的神，为什么你奇怪，我怎么又回来了？啊，那也够瞪来啊！这边的走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好像。他走到那里就停了，这边根本过不了，好不好？啊，这边有玻璃碎片。难道要我声东击西吗？可是我要拿什么声东击西？保特瓶啊？不是啊，玻璃瓶啊。还是我要故意去碰这里，然后再往上走，试试看好了。他冲过去，他冲过去。哎，真的哎，真的哎。哎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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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干，我死掉了。还是准备白兰地，大喝特喝，把他引过去。好，这里不用跑的，我们用走的，乖乖的用走的。啊，过了，刚刚一个紧张按到虚无特了，就被他啊给强奸了一番，啊，就这样硬生生的被强奸了。嘿，醒醒吧！啊，没有东西穿出来，还好。哇，这在滴血、欸。梦想是罪人的敌人。梦想是罪人的敌人。我刚才突然卡了一下，是为了什么？呜！哎，我踩到玻璃了，哎，全是谎言。这里踩玻璃没事，哎，嘿，好哦。我都刚刚把它按掉，没有怕东西窜出来，我都吓死。哦，哇，好酷哦！下一张，喂喂喂喂喂喂 ！Now you'll never escape。他把我脚筋给割断。Honey, go back to sleep。汤汤，快睡吧。Why am I in bed with my sister? 我在床上跟我妹妹。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m your wife. 哎 ，But。为什么妹妹变成我？根本没有妹妹。I thought. I'm worried about you. Why don't you get a glass of milk to calm your nerves? 喝杯牛奶。OK。奇怪，一下是你妹妹，一下是你老婆啊？到底是怎样啊？精神分裂哦。我觉得这是这个人的有问题耶。这个人精神分裂吧。哇，这个人精神分裂吧？怎么一下是妹妹，一下是老婆啊？会不会哪天是连妈妈都出现了、啊？嘿，妈咪，我是你母啊！好，我要喝牛奶，就跑到了浴室，在浴室也是可以有牛奶可以喝的啦！啊，
只是比较特别啦。啊，这个浴室的牛奶会比较有点腥味啊，啊，那个冰箱里的牛奶比较甜，看是你比较喜欢比较咸一点的，还是比较喜欢甜一点的，哎，都可以啦，都行都行。好，个人是比较偏向冰箱的啦，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咸一点的，啊，这个浴室也是有办法弄出来啦，好，就不多说啦。哎，真的结婚了嘞，我们终于到了厨房了吗？牛奶在哪里？我没看见牛奶，我倒看见了 chicken 在桌上啊。是鸡吗？为了一瓶牛奶，我跑这么远？哦，有了有了。哦，喝了喝了，可以了。我可以倒头就睡吗？我觉得这里还蛮安全的、啊。Wake up！我现在非常的淡定，哎，听到了，两边都有，哦哦哦哦哦哦哦，变得很频繁哦，一下左边，一下右边的、啊，哇，这么酷哦，这边应该就安全了，这边走楼梯算是安全区吧，我想，刺客教条是 Steam 版的吗？没有错。好玩吗？还不错啊，你要不要来玩看看？不错玩，不错玩。哎，我看无啊，完了。哎、欸，啊我安尼瞎子乱摸啊，没塞吧？只能凭感觉了。这是故意的吧？只能听声音了。还好我的耳机应该是非常的高级的、啊，听得出声音啊。我也不想要往回走。怕往回走会出事，还是比较好的。有没有出？啊！哇！吓死人哦！一阵亮起。一堆尸体，哦，这个有押韵，不错。往左边，往左边走。好，没有声音了，继续。很喜欢，还可以，还可以。不要突然就亮了哦。No。哎、欸，我是在无限被往后拉、啊，我的后面有哭声啊！麦考，麦考，我还差点跑步嘞！差点被咬死啊！你妈在摸黑。被老头吓到，哎呀，常有的事情啊！哇，生小孩了，哦，生小 baby 啊，生小 baby 啊！这些画面片刻到底是代表什么啊？其实不是很懂哎、欸。终于出去了吗 ？Oh my god！ 哦、oh!哇，感觉就痛啊！腰酸哦，那个手绞肉机这样下去，忍得住吗？看了都痛了，又醒来了。太多无谓的门要翻来翻去，其实蛮累的。没事。
没事，我要长得比我还大只哎、欸，这大概有300公分了吧，姚敏啊，这算洗屏吗？我看一下。哦、啊，对啊，这算洗屏啊，就直接停权了、啊，不用跟他浪费时间了。啊，那都是小孩子用妈妈的账号有没有？然后来这边留言啊，很常见，很常见啊，请大家要习惯。直接封锁就好了。哎、欸，我又走出来了、哦。17901835，哎、欸，我们又走到墓园嘞、欸。哦，感觉出来比在室内好多啦，这边就比较没什么好怕的了吧？还行还行，是吧？哦，我们好像又回到原本的坟墓。哇！哎、欸，你以为你在信仰之药吗？这又是信仰之药失败的后果。你看骨头都串出来了，骨折了。不要这样想不开好不好？信仰之药。哎、欸！靠腰嘞，还来啊、喔？这次只是换边而已啊！他本来是右手，原本是左手，现在换右手骨折了啊！等一下要不要正面啊？一次掉两个是怎样？哎、欸，我没有看到，太可惜了，回去看一下。哦，还好，还行。好，这也太好笑了吧！闪尸，闪僵尸。好笑、哦、这游戏，这边有没有鬼啊？先跑再说，不管了。哦，那我看你的尊龙，好，正常现象。对啊，自己掉下来，我觉得蛮好笑的、啊，还蛮好笑的，我觉得，感觉很痛。又掉了一具尸体，没有错。此刻教条玩太多了。哎、欸，这个哇，他的牙齿是立的哎、欸。再忙也要陪你喝杯咖啡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再忙也要陪你喝杯咖啡啊！哦，什么奇怪的文字之类的，哈哈，他太相信 God 了，跳了啊！哦，妹妹，不要，妹妹，妹妹，你说好的。妹妹来了，我会把巧克力让给你的，妹妹，不要这样子，妹妹。好啊，消失了，耶、欸！老婆回来了，我老婆才没那么小一只呢，那一定是妹妹啊。有笑声，哦，直接往下走了。据说这游戏快要结束了吧，对不对？好像有人说没有很长、很短的样子。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把它跑完。小熊娃娃，嗯？给我看小熊娃娃，然后呢？小熊娃娃变成一个小女孩。哦。越开越远啊！哎呦，骷髅笑脸呢、欸，又来了。
阿爷他在吃什么鬼？他完全不理我，他吃自己哎。丽莎是一款有趣的 RPG， 主角还长得跟你很像，靠腰，真的假的？主角跟我长得很像。那一定长得像金城武啊，所以才跟我长得很像啊，我没说错吧？哎呀，好恶心啊，都是娃娃手，有密集恐惧症的人这边不要看啊，会让你怕怕的，感觉要掉下去了。哎，没有掉下去哦。啊！哈哎，妈的，妈的，被抓起，被抓起来啊！哎，我被抓起来啊！麦克阿尼亚，好不好？我的心脏消受不了啊！我总有一天真的心脏会停止，你知道吗？会停给你看啊！妈的，我要往前吗？还是往里面走？我觉得我往前好了。哇，好多扇让你选择哦，任君挑选哎。哦，好多肠子哦。那我们走最后一个吧。哦，搞不好最后一个就是捷径。怎么会有奇怪的声音 ？What？What？ 太多了吧 ？What 嘞？我的，我要永远走不完的路啊！哦，我走完了，往下走。后宫三千佳丽 ，Lisa 的主角叫做布莱德，是一个武术大师。你说 Lisa， 我好像曾经看过这款游戏，好像他已经有汉化了吧？我记得他好像其实结局蛮悲情的，对不对？那款游戏我好像听说过。而且你又说长得跟我很像，是一个老头，我觉得好像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游戏了。就是往下走就好了。晚安，晚安。等一下，这是怎样？子宫是不是？走进了子宫啊！活在这里，孕育新生命，变成胎儿了。好，醒来了。Dear Thomas， 亲爱的汤马斯 ，I'm leaving you。为什么 ？I'm sorry， you can't talk me out of it。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I still love you， but I just can't be with you anymore。为什么 ？Losing our daughter was hard on me too， yet I'm trying to move on。我们的女儿死了。Your life didn't end。So why can't you live it? 为什么你不好好活着 ？I hope you can get past this tragedy eventually. I really do. I guess this is goodbye. 他老婆最后也是自杀。他老婆后来是选择自杀。啊？大限将至，结束了。原来还有一个分歧点是吧？哦，它这条是红线到这里，然后下面还有这边、这边跟这边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结局哦。那走这里呢？上面这个门吧，是不是？对，是这个门。哦！要死我，受痛的、啊！干嘛这样子虐待自己，把骨头挑出来呢？哦！再看一次。嗯，不见了。
要修哦，这个是另外一个结局啊，另一个结局路线。我觉得这些分歧点好像都无关紧要的样子哎。安安你好，各位早。好，这边有个洞，跳下去。哇，又醒来了，无限轮回啊！哎，这次那个尸体不见了。哎，那尸体怎么变到后面来了？我觉得这边都无关紧要哎，我直接直冲好了，这样好浪费时间哦。对啊，直走就好了，对不对？哦，这边也直走，最后一扇门。我刚刚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哎，不是这扇门。哦，好像是这里哦。这边超长的、啊，我觉得后面会有什么东西追来。啊！不！我靠，那是我哎、欸！哎呦！没啊你，没啊你，没啊你！紧走，紧走！再跳一次，再跳一次！无限轮回，卡拉基？你怎么知道叫卡拉基？你是有看到他的名字是不是？哦，这里危险！哦，他要追来，他要追来了！啊！不！哦！我死了！这样算失败了吗？一次按到底，我觉得我要被杀了！哦呦呦呦！哦，居然没事哎、欸！这是哪里啊？死路一条，微波炉。快追到的时候，我把耳机拔掉，吓到是不是？我老婆来叫我了，完了，她来了。哦，不要，快点，快！哦。八七哦，怎么可以这么笨拙啊，男主角，也是我操控的啊，干，要重走了，我记得好像走这里吧，是这里吗？好像是这一条的样子啊，不要停，弟弟不要停，弟弟不要停，弟弟不要停，啊，过了。停停 play， 弟弟 play， 停停 play， 下去啊！你在干嘛、啊？摇摆哦，音浪，真掉下去了。Wake up， 醒醒！我还想说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呢、啊。啊，就真的撞到地上了。Oh God， please， 我昏迷。Thomas。You're awake. 我梦到了小火车，梦已成空。这是第二个结局，病床的结局，应该是要直接往下是吧？音浪太强，我被撞到地上哦，变小时候了，小时候的我。我是小汤姆，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手上这个小邦尼兔，好卡哇伊！他感觉像僵尸哦，新鲜感完全没了，怎么那么黑？好哦 ，Follow me。跑不到一公分就累死了，哎，看到自己死掉，哭泣，又来一次了。所以说，到底会不会到另外一个结局呢？我蛮好奇的。哦，这边该一波追逐哦，我猜啦。不过声音没有来。哦，有了，来了！冲啊！冲啊！啊！好险！我聪明。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摔到地上。不知，一模一样一样啊。Thomas, please wake up. 我做手工披萨烤箱就这样。Oh God, please. 只是他放人，我放饼。Thomas, you're awake. 这个有差别吗？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再跳过啊。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是怎样的啊？这个是梦已成空，我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要解的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的那个路线图呢，好像也是告诉我们了。上下下下，上下下上下，带这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哇，怎么又是年幼的？再来说，应该要成年的，不是吗？怎么办？这样算失败了，要重走了。我们要再重走这个跑龙套吗？真的很累耶。梦已成空路线会见到死去的成年妹妹。这个吗？等一下，我们刚刚要解的应该不是梦已成空吧？梦已成空已经解完了吧？我们要解的是放弹逐梦吧？是不是？应该是没有失败吧？那个应该算是成功了吧？那个，对，成功了。哎呦，干你老师呢！吓死我的毛了！把我抓到床底下，妈的！要求啊！不太一样了怎么会有走路的声音啊？应该是不会怎样吧？我们快跑前进，提枪快跑前进，三至五步迅速卧倒。让我喝点水。
哦，有鬼哦！我听到有鬼的声音了。果然，哎、欸，小孩子啊，哎、欸，有熊娃娃哎、欸，熊娃娃。直走，我的直觉就是直走，我的直觉是对的，绝对错不了的直觉。是这里吗？好像不是，越来越黑了。娃娃，吓死人了。长成这个样子，还要出来吓人？我选择往左边走。恐怖气氛都因为老头不见了，哪有？吓死了，好不好？妈的，恐怖游戏耶！哎、欸，我回来了、啊。哎、欸，又是你耶！嘿 ，Daisy Hot Girl， 你要不要考虑当我的老婆啊？啊，讲老婆太早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啊？我感觉我们蛮投缘的嘛，蛮适合当女朋友的。哇，好多洋娃娃！呜，这是什么东西？信耶稣则永生啊！哦，献出你的心脏吧。哦，不对，那是晋级的巨人。不懂这是干嘛的？总而言之啊，就是耶稣。哦，终于回来了。哇，这边一大堆。哎呦，哎呦，快跑哦！我娃娃要抓我啊！哎，没路啦。骑小马、哦，啊！来来来来来！哇哇哇哇！救命！我 ，no！ 孔明的陷阱啊！孔明的陷阱！我的肠子又被拿出来炖汤了。安安你好，感觉这边是必死的感觉。哎、欸，妹妹，看见了妹妹。嗯，我爱你 ，I love you。好了，走了。啊？亲完就结束了，结束了。没了。通通都没了，哦，终于玩完了，啊，啊。